气特别浅，都是表层根的啊，就是容易造成啊病害多啊，然后坐骨早衰。那为啥坐骨全是表层根呢？就很简单啊，就徒伤板结了。嗯，徒伤板结呢，就是一个呢哈、不渗水、不透气，然后呢也不保水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徒伤改良啊。我们徒伤改良呢，就两个事儿，一个徒伤又保水又透气。我这边方法呢，保水呢哈、就用有机肥，结合性的有机肥，让它来保水。一亩地呢，一吨至两吨。然后透气呢哈、我用的是矿物质的甲长石粉啊。甲长石粉呢，它是属于个疏水性的啊，浇完水往上透下去。